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卷尾猴的妙用，它现在骑在我们的头上，我们只要打一下僵尸，哎，你看，它就会帮我们扔石头打僵尸，而且这个伤害可不低呀，兄弟们，看一下，哇，太猛了，相当于我们现在近战还有一个远程的弓箭手在协助我们战斗，特别特别的好。而且它扔石头呢，还附带一个击退的效果，我们站在这边不动，僵尸也打不到我们。哇，这个东西太棒了，多养几只，我们相当于有了一个弓箭手的军队啊，太猛了。你看，我们站在这边不动啊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来，你看他根本接近不了我们，打他，越打越远，你看啊，可以可以，而且呢，他还可以骑在我们的背上飞啊，飞起来也不会掉下去，特别特别的好。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丛林的生物群系啊，这边有老虎，这边有大猩猩，这边呢还有卷尾猴啊，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运回来啊，但是是一些小东西，比较好整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把这个丛林的生物群系来装修一下。家里边还有一组多的骨头啊，我们把这个骨头分解为骨粉，然后呢用来催熟这些竹子还有树。现在我们这个生态乐园还是比较稀疏的啊，但是只要把这个竹子还有树全部都种上之后呢，哎，它绝对是特别美的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刚种好呀，大哥。哎，这个猩猩我觉得还是让它坐下比较好，要不然它会一直破坏这个竹子，它是来吃竹子的。先把这些树苗还有竹子全部都催熟一下。我们可以把这个树种得稍微大点啊，并排放四个树苗，然后呢我们用骨粉催熟。哎，你看长了一棵特别粗壮的大树。小心点啊，兄弟们，这边有老虎，不能离太近啊，离得太近这个老虎是会咬我的。不过好在把它们拴起来之后呢，它们不会伤害其他的生物。种了一些树还有竹子，但是感觉还不够呀，还是稀稀拉拉的。不行啊，兄弟们，还需要搞一下。又搞了一些大树还有竹子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稀疏啊，我们要去这个丛林里边搞一些西瓜还有可可豆，再搞一些种子多种一些。但是现在的问题呢，是我们没有精准采集，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西瓜给采集到家里边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还需要做一把钻石镐啊，想办法搞一个精准采集，这个东西以后绝对是用得着的，所以现在做为时还不晚啊。做一把钻石镐，然后先来附魔台这边看一下有没有精准采集。哎，有一个，但是三十级。哟，这个30级我们没有呀，现在才14级。那这样吧，我们来刷附魔书吧。求求你了，大哥，给我来一个精准采集吧。哎，有，我终于来了，8颗绿宝石一个精准采集，真便宜啊。我们家里边绿宝石应该还够8颗吧，我觉得应该是有的。哎，这袋鼠怎么上车了呀？看一下啊，绿宝石5颗，还差3颗。哎，但是我们的木头有很多啊，随便和制件师换一些，咱们就可以换到很多很多的绿宝石。来了来了，给我绿宝石。来，我们只需要8颗啊，抓紧时间，因为这个附魔术呢长时间不换它是会自动刷新的，如果现在有精准采集但是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兑换，它就可能刷新了啊，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精准采集换了再说。 OK， 精准采集已就位啊，我们直接把它附在这个新做的钻石镐上边。这袋鼠是真有意思呀，你为什么要上车？那是我的座位。来吧，把精准采集附下，然后呢我们去丛林收集一些专属于丛林的东西。这边有可可豆，多搞一些。哎，西瓜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啊，丛林里边最具特色的一个食物呢就是西瓜，多搞一些多搞一些。搞一些之后呢，我们想一下啊，还有什么生物没有带回去，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吧，好像是有一个千叶蚁的巢穴，还有这个食蚁兽没有带回去啊，当然了还有三嫂啊，但是这个科莫多巨蜥吧，好像叫这个东西的攻击性太强了，把它带回去我觉得危险系数太高，这个东西我们家里边养一条就够了。哎，豹猫，这个东西也是丛林的特色呀，那要这么说的话鹦鹉也是。哎呦，这些东西要不要搞呀？我觉得搞太多也不太好。哎，这边还着火了，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吧，如果大家需要这个原版的生物那咱们就全部都收集回去，如果大家觉得只要有这个老虎猩猩什么的就够了，咱们就不收集了。哦，对了，还要搞些这个丛林的树苗啊，我们家里边的树还是不够，太少了。千叶蚁的巢穴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这边有很多蚂蚁，他们把这个树苗放，哎，不对，他们把这个树叶放在了他们的巢穴里边。我觉得这个生态系统特别的完美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要带回去。但是我记得我们家里边好像已经有2个了，所以我们直接回去做就可以了。来吧，我们先回家，再种一些树，放一些西瓜什么的。来，把西瓜放一些，可可豆也需要种一点啊，为我们的丛林增加一些特色。这样看起来怎么样，兄弟们？比之前好多了吧？千叶蚁的巢穴我们来搞2个，直接对着这个方块右键一下就可以了，
这边再搞一个，搞两就差不多了，太多的话也不太好啊，破坏这个生态平衡。好，放下之后应该就会有蚂蚁。哎，你看已经出来了。哎，这小蚂蚁也挺可爱啊，干什么去？哦，他们把树叶全部都拿走了。这边还有一个，他想爬到最高，但是有一个可可豆挡住他了。哎，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接蚁太多的话，我们的树叶都被他们吃光了。我们是不是需要加入一个食蚁兽来平衡这个生态系统呀？哎，对吧？我觉得是有必要的。这个食蚁兽必须要整一个啊。有了食蚁兽之后呢，就可以防止这个接蚁过于凶悍的去摧毁这个树叶。